的那当量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就这样。我现在在这里一定要把血乱冲好，那天快摔死，帮我自己扔快下。你把血板留在三五郎了。对，今天还是三点无望吧。嗯，应该是。我都有确定我穿的什么，昨天是穿什么？嗯，我帽子可以哈。嗯，我的帽子会装很多鞋，会吗？嗯。你知道你会卷得好好的，对，你会卷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刚刚应该有两公分吧。不归路啊，往那边。那个藻在那里。往那里滑之后就要推很久。现在起坐一次回家算时间。不是很怕啊？不是很怕？没有，就是记完时间再上来。这次好像是打到你了，是我没打到你，我完全没被打到。好冰哦，好冰哦，我的裤子怎么了？我的裤子怎么像没穿一样？怎么那么冰啊？好，那就再再去这里啦。啊？我要去这里了。不要啦，漂亮的。啊？不要，啊就等会就上来就撤呗。哦。我还是一次下而已。就有一点想省力这样。你力气要用在哪里？你说力气哦，对啊，今天可能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最后了 1.5 天了，没有，那应该说两天，0.5+1+0.5，明天呢、啊？明天一整天呢、啊？会不会天气更差呢？差不多的，昨天、明天、今天跟明天，好像明天会晴一点点，嗯、奇怪，奇怪。都是雪，而且明天开始真的人就更多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去，没有人，很爽。嗯，那就直板下。为什么那么平呢？没有那么平，但是如果那个雪还是一样这么多的话，你会卡住啊。有可能。我的 B 只有在里面吗？一半。又一半。一半没关系，你就不用去动它。它没有变红的话，就表示。那变红你要告诉我。对啊。因为我会以为我没有在里面，确实是没有啊。没有，你说鼻子鼓在外面吗？鼓是不是？还是鼻子也没有到肚？鼻子最凸的在里面啊，尖端在里面。对啊，我好像看得见。我说一半的意思就是说，距离尖端一半，然后尖端也跑出来，我就会说都跑出来了。
然后通常是连尖端都跑出来的，那我鼻子就会发红是吗？对，连尖端都跑出来了，而且风很大的话你鼻子就会发红。那现在你看雪是用飘的，今天反正风很小，奇怪奇怪，你说气象也抓不准，就不管了，风很小好了。现在 GoPro 有沾雪吗？没有吧，有画一点点，真假超小水珠，我觉得它录不到，但是抹一下总是好，因为水珠等一下会不会变成冰呢？不知道，而且水珠可能产生粘性。好，现在坐缆车我都不能握住杆子，这样子手套的温度才可以维持。你都握太紧，对不对？对。人家果然外套贴，看你的雪花。多嘞。雪花。超多。很好。脚先提早觉得冷，然后我会忘记戴面罩了，然后我试试看，如果没有套太冷就不戴了，因为戴了我会被我的口罩会被压扁贴着我的嘴巴，然后就会整个湿湿。对啊，我就算戴那个面罩，我只是戴脖子上而已。没有，我想要遮脸，因为我是脸会冷，然后我觉得我快要冻僵了，雪都往我脸上飘的感觉，我看到他们从我飞过了。有风的时候，它是从口罩的右边进，左边出。哇，真的很大哎！什么是雪啊？是吗？很大啊！这样一个小时至少有两三公分了、啊。左边啊，你要左边的。对，我就是跑来去左边，然后就去缆车站，很棒哦，很棒哦，很棒哦。看不到，到到到。感觉屁股凉凉的，唉，跟不了啊，后半步才跟得了。开始的比较陡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滑。哇，雪好厚、喔！我讲错了，这至少已经十公分了这一段。你看那个这个波浪，刚刚我们坐在里面的时间至少，你现在都看得清楚，看得清楚啊，很好。要两反而两只眼睛都很。对啊，这样很好啊。我的鼻子现在怎么样？我自己觉得它出来了。先不要管了，先滑一次。看到三五郎、欸。好粉哦！你是怎样？我就跳给他跳啊，就给他跳啊！就反而在平的地方。你屁股离脚很远。哦，雪太松啊！先收脚，然后棒棒抽不住。
嘿，哈哈，因为你的棒棒不能用力啊，你的棒棒抽不下去吗？两根棒棒一起，两根棒棒，两只手，手伸到最直。然后你也把体力用掉了，这样，对啊，他在这个地方可以用兔子滑板、欸，表示雪真的很深。兔子滑板就是上，就是往下抓一下又上来这样。松哎、欸，松死了！我觉得不止这里松，每个雪道都松。对。去了你没有，就是那个这个太松，就冲下去它就想不下去，棒棒无效。他刚整只很尽力的这样，就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压了，没有东西可以施力，快吐了，因为弯腰，然后又弹了，然后不起来又要再不再起来又要再一次，对，然后那个进度很累，反而。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我。我应该有录到你摔倒一瞬间。你在摔倒的前一秒，我正路过你后面的烟。那我正要从右边超车，还是因为那里平下面斜，你觉得你想要先停下来？没有啊，没有纯粹是没有站好。没有站好，你是朝山上没有站好，还是怎样？就是陪练的啦。哦，你又分岔了。没有，就是打太斜，然后就倒了。哦，那就是朝山倒啊，就是刹车斜，但是斜过头了嘛。嗯，倒了。对啊。因为前面已经跳都完了，都平了，怎么会摔倒？我就在想你在干嘛？我还想说我超车了，超车了。累死了。有没有都是雪、啊？还好吧。没有啊，你这个只是屁股坐下去的倒吧，没有都是雪啊。不过前面倒有一些小水珠哎、欸。好的。嗯。好松哦、喔。而且我刚刚踹倒的时候是自己一阵烟往自己飞。嗯。自己喷自己。对。哇，那这时候该滑哪里呢？
那个树冰岩就不大想路过了，因为树冰岩过去的路一定要推死，但是推过去之后有黑鸡可以玩，但是黑鸡应该还好，这里感觉更厉害，但是大概滑三下以后就没了吧。没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有我们自己的痕迹啦。有痕迹就不行。应该说刚刚那种跳跳，你要再来一次吗？其实不是，好啊好啊，其实你要赶路？不用赶路，我今天从那边出发起，我要做的东西只有计算时间而已。这就是不停，就是假装我们那天吃完面要回去花多久，是吗？其实也不用管花多久，应该是说顺不顺以及花多久。那顺不顺的意思就是说我吃完面以后，你吃完面到底是12:30以前去吃面，还是12:30以后吃面也没关系？应该大概12:00吃，但是吃完以后就超过了。那就没差啦。对啊，而且你不可以算说差多久。对啊，所以我只想知道说这样子累不累啊，大概要多久才会到啊。就是当目标一点到旅馆，那个缆车就是一路往下就对了。对，一去到那个缆车我就计时器开始，然后到了 Sunrise 的下面缆车旁就看几秒。对，我觉得有声音嘞，有声音的，我听到声音的。我也听到两三声。是要再滑一次吗？我看我会不会摔倒。应该是不会吧。我怎么知道？跳跳兔。视线变得蛮清晰的。好了，这里开始就朝下了。你要上网拍一张，这样拍下去有漂亮。往右一点有三五郎。我们刚滑的痕迹也不见了，好像在这儿。我刚拍了这个波。又变不清楚了。刚比较清楚，现在不清楚了。你先，我们要跟哦。跟不上，自己要滑好这个。你要先吗？你先啊。
你要擦是不是？但是那样子应该是不会起雾，那样表示你透气好，所以那一颗颗小颗的就站在那就算了，它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。这眼睛就一直被攻击，眼睛太凉了。看我哪里漏风哎？应该是正上方透气的地方。我知道哪里了。就是两层的外面，前面这一层黑黑的这一层。我等一下拍给你看。我的方法有用，就是棒棒先挡在后面。最后顶多棒棒打在脚上，对啊，不过那个方法会不会有一天把它凹断，我不知道。打在地上的时候都凹了，我举得高高的，我在那边用这个顶一下，这样最好是挡得住啊。那个有啊，真的啊，我现在都坐得很舒服啊。你有被撞到吗这一次？对啊，所以这次是棒棒帮我挡的，我的脚没被打到。那边也是，它是松懈，如果那个太下去就会插进去了吧？是吗？是吗？你要说是我额头那边吗？没有。前半跟后半，前半那个有白白的地方就是塞到洞里去的雪，等到雪全都塞满之后。血就不会进去了。对啊，那是大孔，透气孔。被吹啊！我今天还在一样的构造，下面也有，上面也有。树上掉下来的。树冰，树冰，被树冰攻击。你看我们裤子都是血。对啊，我再来一下。我有吗？一点点，女王，女王，你摸歪了。对，我就是看到你有了，就来一下。完了，现在的风向是斜的，就是树冰的冰要被吹过来了。哦，好吧，预报该准了。风好。对，这个持续风。我们刚刚看的雪是往下，而且是飘的，现在是往左，而且是直线攻击。现在的颗粒比较粗一点，还好不会冷。其实是会冷。会冷吗？风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还在小风状态，不知道。那上枝台那边应该也是松松的，现在应该到处都松松的。一直下啊，因为一直下，应该一直下。对啊，都是雪，很好，没有化掉的痕迹。有化掉了。那你糟糕，我没有。我们的内层还可以怎么加强啊？最冷就是应付北海道跟藏王，现在藏王跟北海道同一个等级，我猜亲身也是同一个等级吧。我裤子有那么散热吗？就是隔热不好还是怎样？你有裤子口袋吗？有啊，左右各放四张纸巾什么的吧。懂啊，我的左边是雪票套啊，然后右边是，右边是 iPhone。哎，到了，哎，风又来了，前面那个，阿梅出来了，阿梅觉得不行了，要往前推一推，好，先到，
先到那家店前面。你说什么？他刚刚我们路过的时候，他虽然写了扣子，但是他有他，但他现在请不见了。你说他现在关门了？他营业时间很短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两点了吧。那里有人在里面的顾客还没走，然后不接客了。这样，不知道，但是本来我们就只是要吃午餐。计时器打开，看是不是看现在几点几分？万一是2:05。我们需要停的，还知道？2:05，好，就开始。2:05，走。往前走，对，大平啊，不是右边的，是左边的。他有写吗？但是这样子下去，这样下去，好、啊，那就走走看。他跟哪里合流啊？奇怪了。跟谁合流？嘿啊，是要往右还是怎样？不是往右，是右边有合流机。好，继续。
Sunrise 啊 ，Sunrise 了。没有啊，你看滑法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渐渐的要从跳跳变成，可以切过去啊。好，到底再看缆车房。我在你前面呢、欸。
険です。スキーの先に注意してください。降車位置でゆっくり立ち上がり、そのまま前に前面してください。まもなく終点です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怎样？我的错是不是？突然跑到我前面来。不是，我在前面是不是？我们俩各自在滑自己的。你不，不是我先出发的吗？说你先出发的。我在下面，我先出发的吗？不代表你可以突然刷到别人旁边来啊。好，那你回去看，你自己回去。没有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我不是说为了要辩解怎样，在滑雪场你。前面的人有最高优先权，你不可以怪前面的人突然岔到你前面来。除非你超车的时候你跟他保持距离，但是你如果超车他又拐过来撞到的话是你的问题。自己的，是你突然砸过了，你自己看。
您也是说我们同时出发，我来去撞你是吗？你就是闯了很大的，杀到我旁边。你自己记得你在做什么动作？我在弯啊，但是你就弯一个很大的弯道，所以我弯很大是我的问题吗？不是啊，你以为这个雪场整个都你家哦？不是好吗？我前面前方在滑行，后面要超车，没有收不准。我没有跟你平视，我根本没有在你后面，我根本就不是在你后面，我就那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我跟你平视？我就滑偏右边，我在滑右边滑我的，你就转一个很大的，突然杀来我旁边，在我眼睛看到，我就是看你突然杀过来。
边啊。随便啊，都好。你就躲前面。没有啊，我后面躲远远的。哪有你后面？你会撞上来啊。我们哪会撞上？前面我不会去撞你，走前面。
人車止まるから。
华，但是三日线不含夜华。对对，我是说卖夜华票多少钱？通常是白天的一半。那这样我才，那这样还是比那3000块便宜啊。3000块？我是说晚上要上去看的那个的。不是啊。还是夜华的雪票不含，也有不含那一段去。对，当然也不含啊。上面那段不是给你滑下来的，他也不准你滑下来的，那边都没有灯啊。我还是在想说，那买夜滑的票也比买3000块便宜，但他夜滑票又不含那一段，所以又不行。是啊，因为坐这一个，刚刚你有看到钱800，这一段800，来回1500，然后那等于是两段长的。是有棉花跑出来的，快到33，我那可以对一个33，就在旁边而已。35有开，来滑35。35就是一小区，只有一个楼梯的，只有一个缆车的。但是那有一块我们没滑过，
右边是写什么？上姿台是不是？嗯，高鸟。高鸟。高鸟，我觉得我们回家的时候，你那天说比较可以少一点，就是高鸟。33，好，就是这里滑下去。Diamond 的没滑过的，但是 Diamond 的缆车在哪？那个。车子还是怎样？34可能没有开吧。很重很深的，是啊，而且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人要来滑，不是很陡。右边有吗？嗯，有。好像也不是很陡。啊，右边也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滑过了就好。如此一来，就只剩黑漆黑没滑过，其他大部分都滑过。
龙山有吗？还是？我看了这边。是啊。应该不会吧？不知道、啊，如果他礼拜六开，有必要特别去滑吗？也还好。这是两大片啊，你要拍影片应该就是两大片练习的吧？哦，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没有，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片，然后很这样直接下来的，没有，没有。百万人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雾的。现在有漂亮吗？是还不错了。好的。我觉得天暗暗的。大概就做这一次了，不会再做了。还会一次啊？刚刚不是说要滑右边那边？至少要坐上来。对啊。一道，一百万我也不要。有啊，对，一直都是开的啊。不知道是什么歌。有点古老的编曲感，因为一直只有一个人的声音，只会觉得有点奇怪。因为要有四个人。嗯，左边有雪道。我知道左边还是右边。理论上右边的话。比较直线吧，比较慢，但是可以一路直直的。左边的话，上半部陡，下半部平。走右边好了。有啊，就是顺顺滑，就是右边。我没有要干嘛，在旁边可以滑啊。
中间可以，大概二十公分厚吧。没有吧？不用了吧。人少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脚不要闪到什么，又开始抓地了。啊，你有？嗯，没有看到。没有。你不是从我旁边超车吗？我现在不大能理解一个东西，就是跳跳的地，现在我开始有点方法可以把它滑得身体不会跳，然后也轻松多了，但是我不懂为什么。车突然变慢了，有啊？为什么？不是前面就是后面。下车左转，滑回缆车站。
装的东西，用不着安全帽的，这一脚。暖车勒，欸，下面一点点，你要到33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在找不到33啊，坡下面一点点，那里有暖车吗？有，左边吗？左边下，好，冲，不是那个吧？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就不是。我刚刚没看到。原来是这样。好了，然后这个的下车就是我们以前之前回家路会路过看到的那个缆车。三五郎要回家的时候，我会去说坐一个一号的第一 lift 那一个，然后第一 lift 会滑这一个去冰冻缆车的那条路。哈哈，我的。我现在也可以下车一往右，就是也是回家路啊。嗯。那现在就是三五郎刷到吧。啊，三五郎，不是要去恒昌吗？要去恒昌啊。对啊。那好吧，要花力气了。说不定我会摔倒。我觉得今天我连刚刚都已经没力气了，所以我觉得下午就不用去恒昌了。你不是说要去？没有啊，也要看体力啊。去一次啊。不要不要不要。现在就是享受这个松雪，刷一刷刷一刷。这里都是音乐啊，嗯，大腿下侧有酸的感觉，好酸。如果你是要录影的话，那我就从恒昌联络到。
你不下了是吗？对，我不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有体力的话做得到。那我希望明天可以滑成流畅版这样。然后今天不流畅是因为也视线问题，所以我就期待明天。那这里啊，我们之前不是有看到像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，一个微微这样去的，一个微微这样回来的，微微这样回来的就是右边这条路，去那个啊冰冻缆车啊，那里冰冻缆车，冰冻椅子不会动的那个，回家路啊。然后前面右上角是中央缆车绿色那个下来的啊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第一 lift 啊。其实我这边搞不是很清楚。中央缆车下也是去三五郎，然后这里同时有四五条都是下到三五郎旁边。然后这边下，我们往左滑，也可以往，总之就是可以接过去的，对。就这个，从那边过来的、啊，然后这边就是微微朝下的接回去的、啊，这里我们没走过，我说走路的走，这一条。我们回家是这样回家的。回家坐这个缆车上去右转滑这里啊。然后接冰冻缆车，冰冻缆车接着路过刚刚那个缆车站，然后总是有人在那里穿鞋，鞋板的都在那里穿鞋，它不够倾斜哦。我在缆车上看，我以为这个是列朝下的，怎么不倾斜啊？累了。那旁边不准人下吗？没事。绿色啊，中央缆车下、啊，就是面对这里。我现在能见度怎么那么低啊？能见度有够低的，唉。看一下这个，有的厚度，有的被滑到，有的没被滑到、啊。哇！下面往右切三五郎。
往下往直走就好了。原来是垂直90度啊！之前我们从右边来，他会坐那个缆车吗？35郎吧？还是那里？对啊，看那里现在松不松啊？还是其实这里我就觉得很松哎、欸。不着冲了，轻轻微微的就到了。还是坐这个缆车就好了。你觉得还好？所以你比较想去上缆车？好，那坐那个缆车啊。点灯，有点灯，它点只开到4点。那接下来就是他的住客，可以回去啊。哦，他的住客也不能太晚回去，不然会有晚车怎么回来？住客只要比较高就行了。是哦，要回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说好一定要过横仓吗？但是因为横仓去跟回来都要很累。现在3:11，去到就要冲回来。那我就横仓吗？明天来啊，明天上午。横仓要在更高一点的地方冲去缆车，每次取的高度都不够，不然就是有个问题，就是我都从最左边冲去最右边嘛，那这样速度不够，应该胆子要大一点，从最这边冲来这边。怎么想？啊？现在往下嘛。缆车站在那嘛，然后我都从这里冲过来，然后结果冲到一半就没了，又估错了。我应该从这里往右边冲。你在说很长吗？对啊，冲不到缆车站。现在没雪了，都停了。小小的，没风没雪。
照刚的计算，中间完全不停，用最快速的话，七分钟可以到 Sunrise 下面。十五分钟吧。完全不停的话。两点，上面2:05嘛。对啊。下面你刚摔倒的时候，我就看表了。2:20吧。2:12。清楚了，丢物了。我觉得现在是清楚的、欸。在下面录你好了，对吧？先下去了。中间有比较多一点的顿点，没有到丑，但是顿点比较多，比较保守一点的滑法。但是其实人可以控制顿点，就表示重心控制的前后已经开始有那个意识了。所以他还没跟我在同一样摔倒，他也在这附近。嘿啊，他好像比较偏紧张的滑法，他很小转。对啊。
你不要太得意啊，我高富看着你啊。几次啊，滑到姿势好一点。是滑到大概平地那里停下来这样，中间平平区啊就可以停下来。我先下，我帮你录啊。是啊。这个缆车就算回家路，接下来这个缆车坐完，接下来一路都不用坐缆车，因为这个缆车往右弯就是五洞，哎呀，所以这里可以一直刷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录啊，而且多滑几次，那个心情稍微好一点，所以。pose 就会应该比较漂亮一些，自己觉得比较有信心的话，再把它稍微连贯起来，又不要太急。其实如果我们不想要推那一小段，其实推就是推去大平路口那一段要小推一下，接下来照我们走的那个样子感觉坡度还不错，对啊，然后如果不想要推五洞前那一段路的话，就是再到五洞前就滑下来接着再做那一个，但是那一天我们应该想说吃到个超过十二点半没关系，对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其实你想想看，我们坐中央缆车上去也要在上面等到九点，
啊，不，不是坐到福慧上去，中间也要在那边等九点才有22。嗯，然后另外一个要45分才能坐上去，然后旁边那个还要过一阵才会开。嗯，所以明天上芝台，要是发现上芝台的缆车时间也没有那么早的，那我们其实45分才开始坐，4小时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它是第一次过缆车之后4个小时内有效。搞不好了，搞不好我们吃完12:45可以有那个一号再上到上去，那可以少推一小段，对手的手臂比较好一点。嗯，他跑出来做什么？他可能在回报，不要搞笑，不跟他讲话这样。阿伯，你看你，阿嫂。刚刚缆车是不是停下来过？我觉得阿伯是要解决那个人，可能是现在正在穿雪靴的那个人，所以缆车就停下来了。他可能滑倒还是怎样？我猜他倒了，你猜呢？我觉得他很犹豫，又要回头。这个坡度他应该不行的样子，我猜他的心理。走了，他手扭来扭去，摸地。好了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好了，他安全。那刚刚到底是谁在摔呢？因为刚刚的雪深度我不大能控制，不过还是挺得下来。
刚刚你在笑是怎样？手机不行了。打电话。啊？有人打电话来，他不知道宣传什么 ，cop 什么。哈哈哈。烦嘞、欸。所以你在跟他讲电话。我说 ，you are you do that？ 他就。对啊，刚刚那里是深的，所以我转不大动，但是深的就陷下去，还是会停下来。你要撞死我吗？没有，好吗？对啊，那接下来换我来录。那都不会好看。还是那你不要吗？还是照录？我觉得不是很好，应该不会好看。没有，重点不是好看或不好看，而是可以。我们既然闲着要录，就来录吧。还是去上姿台录，但是我可以预测下面就是小跳跳，还是 sunrise 录。一样，刚 sunrise 不好。还害我摔倒，真的。那你这里还要滑吗？这里可以练习一下。想一下，回从这里回去的做法，这里哦就很推啊，从上面然后骗费 lift 的旁边滑下去，然后用力推去树冰岩旁边黑线那个拉上去，就回到树冰岩了。啊，不知道骗费就是你那天坐在路中间。在那边扣鞋子还是什么的，树冰岩线旁边那个黑线，我们滑下来觉得不是很黑。那个椅子拉上去，就是树冰岩线的。那里不是有一种事不管地带吗？不管去哪里都要推的地方吗？那不是中间那里吗？对啊，然后那个中间那里往右是大坪，往左就是一个缆车可以拉上去，拉上去之后就是树冰岩红线接绿线的那个地方。现在我不太知道那是哪里。昨天推半天，骗背，我们来三五郎的那个缆车旁边有一条路回去，但是那条路很不陡。然后经过缆车之后，经过缆车下面缆车之后，就要推好远。不记得了。记忆点差。那个大恐龙，你拍的地方你总该知道了吧？大恐龙是哪里啊？大
恐龙照片你还记得吧？我记得照片，但是你说它是哪里，我不记得了。他坐了两次缆车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哪里我不记得啊。那个就是拉上去树冰，接回树冰园的啊。拉上去之后，那几号啊？我不知道几号啊。然后下来的时候，你叫我先滑，然后说看能冲去哪里。然后你不是讲啊，最远也只能冲到缆车那边。然后那条黑线，理论上你直直冲，不知道能不能冲到大理。不是很黑的黑线啊。是红黑的那一个。对对对，红黑那个。红黑那个缆车就是回去横仓的那个方法，但是你要先用力推到那里，那要推多长你还记得吧？从片背开始推啊，就是五洞旁边有一条路回去。一开始这我就没印象了，没有，我们比较少坐往回去啊，我们都是过来，所以我知道过来的路了，但是回去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你自己再看地图吧，看能不能再唤起你一些回忆。哪来的冰啊？线上的吗？已经三点半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一直坐到这缆车不开也 OK 啊。坐到缆车这上面，这里开始回家就可以了。还是要去三五了啊？要上课？要去三五了吗？想尿尿啊！好啊！嘿咻！然后接？你不会想吗？我不会啊！你有喝饮料，我没喝饮料。有个速度在。
维持个小小的速度，它就不会飞多高了。我刚你没看，我刚刚就是很慢的下法，很慢，但是不像那个阿肥那边吐啊吐的。那就三五了啊、喔。对啊，去啊。他是比较缓的。哦。那我去缆车等。你不来啊？对啊，我没有要上啊，但是我这个速度，我想用去缆车站。
不是烤的问题，应该是冷吧。你说进三五郎之前，我进，我都是大条烤的，还是他没电？在我按开始之前，他一直在亮红灯充电。我站在那里，然后让手套松松的，松松。因为我很想尿尿，然后也要那个。对啊，我想也是，所以就等久一点就好了。那你应该就说你在怀卡。刚刚你在住的。刚刚你在去三五郎之前，录完要收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把 GoPro 朝下，因为我发现实在是很松，然后我就录。露雪板在雪里的样子，对啊，蛮深的啊。好，所以这套，对，我帮你录完就准备回家了吗？好、啊，可以吗？好、啊，现在几点了？就3:50啦。五十哦。对啊。那就直接回家好了，因为第一次跟第二次我应该姿势也差不多了。不用，我就帮你录一次啊。不用吧？不管，我要帮你录一次。好好。你要看着我下去啊，这样也是方便。有啊，我有看着你下去啊，我有啊，所以我才会滑到。心里没有办法做我平常那种大缓坡的时候做那种扭来扭去、扭来扭去向前的、啊。你有这样做吗？没有啊，我说心理上没有办法。你会扭来扭去过吗？没有过，没有试哎、欸，会怕。我是说大缓坡，你有扭来扭去啊？对啊，大缓坡我不是都用脚吗？我的身体怎么是向前的？大缓坡的时候，我只有动脚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用只用脚转弯这样？对啊。哦，似乎心理上过不了，太陡了。你鸟在飞，无声的飞行，还在飞，两只哦，两只以上。在纠缠吗？三，打架吗？有叫声。就来玩，来，我看看。一人一天6500，一餐2600好了。2000，2700，3000的。对啊，我就说2600好了，6500加2600，8000，9000。对。然后这里就非得含晚餐，但是来这来了之后再定时就好了。也没有啊，礼拜五晚上你可以试啊，但是我不想试。我都是懒得要爬上来，好累。对啊，太累。是啊，他可以来载你啊。你跟他讲你在哪个店，拜托他来载你。但是温泉街好像没有好用，没有好吃到说一定要在那里吃。其实啊，我看那个网页介绍，他都是介绍说中午去吃。嗯。对啊。而且我们也没吃到。都是中午去吃的店，有一些说什么哦，最近很厉害的，很厉害 的什么，很厉害的，真的 pancake 还是什么之类的吧。但是所谓厉害，会不会只是因为它新奇？嗯。上来都几点了？你刚4点就停了。4:20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可以。我先下。哎，今天是30度。是啊。味珍珠，换个汤而已。但是这个汤可以喝，但是汤很
你要等我去那个这个地方。好了。速度不要太快就好。没有啊，我刚刚测远一点算了。不是，那一块很松，那一块不大能乱转。还有就是，你可以学我。起来吗？啊？你有怕我飞起来吗？就其实也还好。想要下，但是坐上去就不行了。不是，哦，这样子我可以讲一个东西，就是预先看前面的地形，等到它凸起来的地方才转弯。就不会飞起来了，但是凸起来的地方你不转弯，你硬要过了才转，那会飞起来，跟馒头有点像。然后等一下出发的话可以勾破朝下，这样。躲下。啊？躲下。你看得到它的面。你看得到它就可以了。你要看到他那个正方形啊？不可能，我看不到。欸，这样根本就是看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的不。我就看得到。不要看不到。你的雪径那么低哦。对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啊。你这样会太低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你这样可以了。好，走吧，你先吧。怎样？又是啾啾的低沉的
掉了，点了才关掉。好，那我这屋子上都有灯啊，招客用啊。然后现在刚好六，我进去要跑在下午四点，也没人了，我就说我上厕所，上一个。下午四点，对啊，关灯了，他有进入隐形模式。风很大，雪又很大的状况下，它就是个隐形的。不过那是以前没有 Google 的时候吧？你又找不到它 啊？对啊。其实就跟说在这个缆车这个号的缆车的后面就很好找了啊。是啊，但是有怎么会预期？因为缆车那边又有个栏杆，心里就会觉得说那里就是个死路了。谁会预料到后面还要推一推？我觉得我头发好像散掉了，不见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头发好像散。你很扁啊。对，好像散掉。你后面没有一个凸起来的东西啊？我后来认真思考了，我本来不是有提议说明天从上姿台出发吗？后来我觉得不要。从上次才出发，最后，还是得坐这个缆车上去，然后片背那边，他们还在玩呢，那两只还在瞄，这边在那叫，这下面这边，前面，那两只还在，而且还在叫，叫他们努力的推上去之后。树冰岩后半段推的路还是要推，我觉得还是多推位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唯一 OK 的路就是坐到树山顶啊。反正那一段一样要推，那就推嘛。你说坐到山顶，就山顶啊？对啊，就一样都不会坐去山顶啊，就这样最直接啦。哦。对啊，其他的方法还要等缆车开啊，什么有的没的。因为它是开最早的。啊，如果滑下来好了，就算左边开很早好了，但是中间这个过程还是避不了那一推，那不如就做最早的，就推那一下，推树边缘，奇迹棒棒之前那段路，推一下，那就好，奇迹棒棒之路可以吗？讲树边缘听不懂。回家之路，对啊，四点了，该回家了吧？是啊，今天还算晚的嘞。不过其实回家只要十分钟。就再模拟一次吗？可以啊。其实刚刚是四点整坐上这个缆车，所以现在看我们到底坐上这个缆车开始要花多久才能到。其实中间最久的就是那推推啊。现在加上坐缆车跟推这段的时间，我估计十分钟吧。这么快吗？十分钟加七分钟，加上回到旅馆十分钟，大概二七分钟。所以我们四点半以前会到。已经算晚的了吧？
就是要这样踢。加速。之前的车道不见了，之前这里不是有个车子的道吗？我是说那个比较有压过雪的感觉的，
对啊，哎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是说，雪把它盖住了，好像引擎了一样。雪好厚、哦，你直线超哦，不要刹哦。等那么久了，没想到还是冲到一样的地方。我看左边一样哎、欸，他们总是有一台车卡在那。你冲不上去啊，你爬不上去啊，我决定留在这个高的地方，我用冲进去的。滑进来比较顺。他现在脚不怕冷了，哎、欸，吃雪呢？哦，他眼睛都红红的。啊，不知道。他不想进去。这么，结果我现在变成爱雪。15分钟到这，はい。
亚码头来收货呢。刚刚两个亚码头的抬走了三包，两包雪袋，一包行李。我看看，也不能坐前面啊，只能远远喷。怎么里面有硬硬的东西？欸，你要带着棒棒哦。好啊。我好像连到旅馆的 WiFi 了，然后我的手机一直哒噔哒噔哒噔，可能有人在回 Facebook 那个摔下去的那个。好，你好了哈。我背后还好吗？我觉得我后面应该还好吧。我都拍了。摇一摇就好了，这样好了。还没好。还好了。我要抓他，在最上面爬。管他的，走吧。哎呦，不能戴手套，好冰哦，我的妈呀！哦，不能戴手套。好像一个小时。我现在早上才要上小的床。嗯。早上尿尿时间，现在也是尿尿，也是四点多。不想回家。那我看，故意看这里。白天会开那个吗？他白天会开那个热热的风吗？这也是干燥室啊，早上我有感觉到热热的风。对。哦。有吗？你有感觉到热热的风？把地板弄起来了哈。啊？你把地板弄起来了，你把它弄回去。我弄的。对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刚就拱一声。它是翻过来是不是？一下就怂了。哈，我先把板子放好。我觉得我可以用棒棒来做啊这件事。是啊，因为刚是你嘣一声。是啊。就是那一台机器。我们回来以后要挂它的那个位置。但是我也不想放太近啊，我怕跑坏了。真的是我弄的吗？真的不是吗？因为这个是粘起来的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是这一层怎么翻？借我一下。不是它。等一下，不是这整个吗？它粘住的呢。哦，好，它就掉下去。对啊，我就听到是你嘣这样一声，你这，对，差不多。好，知道。不想你压太近。好，最起码这里热。但是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是那个。几点到这里？时间够？在这里，我觉得就算在这里烤也来不及啊。这个问题，没有，我是正常下楼梯。就声音很大、啊，我脚有千斤重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那个，